Melly 在公司去了。好，累了，嫂子。走，走。Melly， 你撒花给我拍。好。美丽，我给你讲教书啊，请假两天，帮你学习房子。没事，嫂子，咱请留工人，就俺超哥忙啥的吧。热了吧？叫你穿个棉麻衣。来，你等到手车上。啊。美丽马上下油了。那这一下，那都不用浇水了呀。啊，不能浇水。嫂子，你挖的沟都不中，咋了？不中？不中你挖？这本来都不中，还不叫说？你说这个没挖有啥区别啊？都是地里挖呀挖呀挖，挖出来了一个背心，挖出来了一个家，是不是？是。中午呢，美丽早回家，早饭。回家不用走了吧？我领你上街上吃好吃的去，走。不去，我买点酸菜油。回家我给你做饭。中好，走走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咦，嫂子下大了，快跑！好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这鱼真是一只一只。今天的饭就是我给你做饭，酸菜鱼。中好，我先去刷。做好了，快来吃。一个咋做了？这菜是做好了，不用这个做的。哦，天黑咱家的酸菜鱼呀，做可好吃呀。嗯，可方便，一去就行。嗯，这里头不光有鱼呀，这酸菜、汤包、鱼皮啊，你都备的怪齐了。你快尝尝，好吃不吃？好。嗯，这鱼片还怪大的呀。嗯，酸酸辣辣的还怪好吃的。他家都是用的黑油中段搭配油。真的，这鱼吃着可嫩，这汤也喝着可鲜，这份不便宜吧？不会，现在一块都99.85五的。那这也怪划算的，一点不到20呀。小的点心下黄。小黄车，后面吧。咦，真划算，真合适，我一会儿也赶紧囤鸡蛋去。好。